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曾怡婷，欢迎乡亲到这来关心正月二三电讯的大小事。2020年农业新制，咱老关伫全国排名占前几名，不但摕到第32届新农奖，以及全国模范农民以外，首届幸福农村金推奖，咱老关就有5个农会来摕到。关注人民群伫今年度各界庆祝农民节表彰大会上，欢喜肯定全国农友以及各级农会好成绩。在热烈的人才表演当中，咱道观各界庆祝农民节表彰大会正式开始。观众人民群以及各界农会代表拢出席活动，除了要来表扬优秀农民以外，也就是感谢农民几年的努力，让咱道农业大观在全国评比当中有很好的成绩，成绩都非常优越啊！啊，显现我们农民的平时的努力辛苦啊，获得了表彰。啊，我希望啊，农民是非常辛苦的，大家都知道哈。啊，我们也希望啊，这几年来啊，因为农产啊滞销的关系啊，对农民的权利损失啊也不小，所以我们县政府啊会跟我们中央啊积极的来配合。如果农产品有滞销的情况，我们会全力的来想办法来收购，我们会继续的来加强办理推销我们的农特产。过去一年，咱道观在农业上的表现，我们有农友得到全国模范农民以及10大新农奖以外，幸福农村金推奖由咱道观农会、草屯镇农会、林港乡农会、水里乡农会以及信乡农会做会提来全国5个名额，实在是真不简单。刚提到10大省农，农委会才10个省农，结果南投县有1个。那就是模范农民才10个，南投县也有1个。那金推奖那个幸福农村金推奖团体有18个，结果我们南投县竟然就有5个。那个人部分有20个，我们南投县有2个，所以可以知道说成绩非常非常优异哦。那我们农委会也会在跟县长这边哈，就中央跟地方一起合作，还有跟县府，那我们一定就是会持续来照顾农民，不管在技术或政策方面。高兴获得我们县长还有我们台中改良场哈等等长官的表扬。那也真的这一路哈走来，非常感谢哈，我们南投县政府农业处啊相关长官的一路的辅导跟支持，那让我们可以在南投呢，那成功的种植这些高品质的像姜黄啦哈、石斛等等药用的药材，那也顺利的呢开发了很多的这些产品，那希望呢以后这些很好的药用的原料啦哈，可以造福我们台湾更多的民众这样子。在今天的表彰大会上，另外一个办法，咱道观优秀农民、农业推广有功人员、各级农会主青员工等等的奖衔，感谢因多年来在农业经营、营销、推广等等方面表现优秀，对咱道观农业的推动真大的贡献。记者刘伟林采访报道。